今天要介绍新款的手植机，这款手植机多了回转的功能哦。回转就是你丢出去以后，飞机会这样盘旋，然后再回来。啊，另外一个它是直线的功能，啊，怎么切换呢？就从这边切过去，它就变直线，然后把它切过去，它就变回转。哦，你看，就是切换升降。然后我先给大家示范啊。刚刚就是回转的功能，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切为直线的功能。来，现在我们再用回转的哦，回转的功能，再把它切过去。大家介绍到这里，谢谢。